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65的字根运用。那65它就是方这个字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竹的话，左边方就是先取65。那再来的话是91。接着呢，再一个91。剩下呢是18。竹。好，再来油的话也是65先写，接着是91，再来是顺完5，然后直接跳最后错字变68这边。好，再来铝的话一样65先取，再来的话是91，接着呢是92，最后是2.8铝。好，以上是65字根运用的介绍。